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立体山哈。立体山是一个非波那契树类哦，就是那个兔子，大兔子生小兔子的那个例子。哦，就先有个树类的话，它第一项是一，第二项是一啊。然后，A 项的话哈，满足这个地堆关系。啊，要问哦，一般项是等于多少？好，那我现在假设了哈，我就现在假设哈。AN 的话哈，可以写成哈，这个 CRR 的 N 次方，哦，那说为什么这样设哈？因为这样设的话，只要是其次的，所谓其次就是没有其他常数啦，啊，没有其他合并，像这种的，哦 ，AN 减一啊，乘在一起的，哦，像这种的话是其次的，就是说都是一次方的，那这种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做。好，要假设呢 ，n 是等于一个常数再乘以 r 的 n 次方，那我把它带进去，带进去的话又得到什么？得到 c r 的哈 n 加一啊，等于啊 c r 的 n 次方加上呢 c r 的 n 减一次方，好，啊，常数的话呢就不要了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就把 r 的 n 减一约掉，就得到。r 的平方等于多少呢 ？r 的一次方再加一，然后把这 r 的话求出来，就 r 平方的话哈，减掉那个 r 减一哈等于零，所以就得到多少呢？得到 r 是等于二分之负一嘛，一加减根号多少呢？立平方。减十一七加四，所以是二分之哈，一加减根号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是说哈，这 r 的话，你带二分之一加根号带进去的话哈，就是你 r 带二等，你 r 带多少？带二分之一加根号的话，带入这里，带入这里以后，它会满足呢这个递归关系。问题是它满足这个地理关系的话，不一定满足它的初始条件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说哈，就是说你 r 带多少，带二分之一加根号的话，带进去满足这个，那你把它乘一个常数也是满足这个。好，啊，现在的话，你带二分之一加根号可以满足，你带二分之一减根号也可以满足，然后你带多少哈？你带呢 ？an 哈等于 a。那个乘以哈，二分之一加根号，好带进去满足这个递归关系，然后你带多少呢 ？b 啊乘以多少？二分之一减根号，带进去也是满足这个关系的。但是呢，但是哈，现在我们要求它要什么呢？它要满足初始条件嘛。那现在这里有两个未知数。好，那我把这个东西哈带进去以后，把这个 a 这个 n 次方啊 n 次方放了写。你把这个带进去了，要满足呢第一个条件，同时要满足第二个条件，那这样你就可以把 a、b 这两个常数呢找出来。这两个常数找出来以后的话，这个式子呢就同时满足什么？满足这个递归关系，同时也满足递归条件，那就是我们要找的答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初始条件好带进去。首先 ，a 1等于一嘛，你就把 n 带一 ，n 带一的话得到什么？得到 a 的什么呢？二的一加根号，啊加哈 v， 啊乘以二的一减根号，好，这个是等于一啊。好，然后另外哈 a。啊乘以二分之一加根号平方，哦，你带二嘛，爱带 a 二，再加那个 b， 二分之一减根号五的平方啦，这个是 a 二 ，a 二也要求要等于一啊。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解出 a 跟 b 了。啊，怎么解？我就带公式解哈。a 哈，你多少呢？等于是这个乘以这个。啊，减掉哈，这个乘以这个，这个乘以这个等于多少？我们知道那个
二分之一加根号，乘以那个二分之一减根号嘛，这是等于负一啊。哦，因为这是等于哈，这是四分之一的平方减掉根号的平方嘛，这负四，所以这负一。好，那我这个乘以这个的话，其中哈有一个二乘二分之一加根号乘以二分之一减，这是负一。 负一要再保留这个，所以这是负的多少呢？二分之一减根号，这样子。哦，这是这个乘以这个，再减掉这个乘以这个。哦，这个乘以这个的话，哈，再减掉多少呢？这个乘以这个。那其中的话，哈，会有这个乘以这个是负一嘛，再保留这个。哦，这负一，再保留这。 哦，这个已经，用掉一次，用掉一次方了嘛，它剩下一次方，二分之一加根号，这样子。啊，它负多少？分之这个减这个，它这个多少呢？这个是二分之一减根号，我提出一个来，它乘以多少呢？把这个嘛，减这个。 哦，就是二分之一减根号减一啊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哦，这负得正嘛，这里就变正了。然后哈，这是一减一啊，一减一啊，就消掉。好，那这一个根号加，一个根号，两个根号约掉的话，就剩下一个根号。所以分母它是根号。 啊，分子呢？分子的话是二分之一减根号，啊，乘以这个多少？你跟它通分，通分以后的话减一嘛，减一以后的话就变成这个是一减二嘛，就负一，就二分之负一减掉根号。那我负号可以提出来，负号提出来。好，啊，又碰到了，碰到二分之一加根号乘以负一就。 这个是负一啊，负一乘以负一就是正一，所以是根号五分之一。所以 a 的话哈，事实上是等于呢根号五分之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算 b 的 ，b 的话等于多少 ？b 的话这个分母已经知道，如果这个行列是我们已经算出来，是根号五。 它问多少呢？不是你把一哈带入这里，哦啊，变成这行列是这个哈，这一个啊减掉这个，啊这个减掉这个哈，我可以把二分之一加根号抽出来，啊现在就是这个抽一个，就一啊减掉了，一减掉二分之一加根号，这样子。 啊，这样子以后呢，这个就等于多少？根号五分之多少呢？二分之一加根号，啊乘以二分之多少呢？通分，啊二减一是一嘛，这一减根号，啊上面就是负一啊，所以这是根号五分之负一，所以这里哈、哦、是等于负的根号五分之一啊，哎，那这样我们就算出来了。 我们就算出来都得到了这一般项哈，啊这一般项的话哈，看起来让人呢匪夷所思啊，根号五分之一哈，好，啊这个的话是等于二分之一加根号五的 a 次方，啊减掉呢二分之一减根号五的 a 次方，好，这个里面有无理数了，啊这也是无理数。 但是你把那个自然数带进去的时候，它得出来都是什么？都会是自然数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啊，这个很妙的事情。答案就是这个啊，这个就是一般项。